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叫走掉？关键时刻。喂，刘姐来电了。啊，妹妹。阿妹，妹妹。不知道是干嘛，他要找肯定是要找叔叔过来跟我说。阿妹，啊、妹妹。这个事我姑姑烦死了。今天一直骂我，我今天已经把我该干的活都干完了。喂，阿妹妹妹，阿妹。阿梅妹妹，喂，喂，阿梅妹妹，听不到吗？你找我干嘛？听得到吗？啊，没有，我那个你在家里面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在家里面吗？怎么了嘛？那你们你啊、王菲准备要出去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嗯。那你们你跟那个王菲出去的话，我也你也跟那个王菲说一下，然后我也去谈了你，好好去谈了你上班嘛，上班我们一起去嘛，那个你给他说一话的话，应该你的话要怎么说，只要是你说的话，那个王菲的话，他我看得出来他很听你的话的，你说什么他你就有一句话的是吗？对不对？阿美妹妹，不是你不是前两天不是不能动了吗？能上班了吗？这啊，对吧？家人们，只不过前两天不是不来，我看一下，你前两天不是不能动了吗？怎么又能上班了吗？我已经懂了，我已经懂了，我已经想好好的。上一下班了。哎，我头太痛了吧？还有我这个手痛。我这个手上不来了。我前面的话我人好，应该是人好，所以那个什么病都一下子就你要好的快吧，那个心好人好的话，那个病和那个病和那个什么的都会好的快，对对不对？有这么一个说法吗？家人们，是有啊，是吧？我看你是装的吧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是局部人好，那个山好的快，还是他压根儿就是装的？你们觉得呢？什么叫装的？那个装的话，那个你那个布的直接你盖到头上来吗？那个布那些全都是，对吧？那是你自己弄的吧，不然你肯定是让护士给你弄的那么厉害。对了，不说这个，你这两天啊有没有还在就是跟那个木嘎老师联系啊什么的？木嘎老师不是你的木嘎老师，你也认识他的吗？木嘎老师木嘎老师我认得木嘎老师，他人挺好的。以前我那个我没那个
以前那个我小学我那个学校就是他在那里教室的嘛。那又不是你老师。是不是我老师，但是他人前两天你还说木盖老师好得很，什么跟他在一起，什么跟他结婚的，怎么今天又说王菲听我的话，又让我跟王菲哥说让你去上班，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曲不啊？我这不是唱的来自我唱什么吗？这我如果只是说那个木盖老师是好，但是我又我也又没有让你见，我又没有强迫你那个让你去嫁什么的吧，对吧？我只是说了一点，他挺好的，他这个人，我只是说。你那个你就你跟那个王菲说一下嘛，说一下，然后我就你要去上班，你要做什么嘛？啊！直播间家人们，家人们说了算。直播间直播间那个家人不去不去，王菲跟那边。哎，谁？你这个人怎么？我一开始直播你就知道啊？你怎么又知道我要去王菲跟那边了啊？我你那个那我那因为我关心你，所以我就有一点啊。你怎么哪儿都有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真的是。那我们的那个关系，那个亲戚关系的话，那肯定是永远都是一辈子的，对不对？咱们两个都是永远都是一辈子的，对不对？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妹好妹妹吗？你别提你去那里上班了，我们现在看到你直接是烦的那种了，直接是你的声音我们都不想听的那种了，知不知道？不是吧，不是，我是我是那个是你是哪个嘛？拉黑上一下班，对不对？你给我们阿美妹妹，你给我们唱一下歌，我心情好。阿美妹妹，可以考虑一下。那唱一下歌，唱一下歌，你就跟那个王菲说一下是吧？你唱，你先唱。啊，你先啊。你先唱嘛。我可以为。那个唱歌的话，那个你只要跟那个王菲说的话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你去不可。对对对，好。只要你让我去让你干的话。我们现在，我家人们现在是直接听到你这个声音，看到你这个头像，看到你这个农村后面那两个字，我们就直接是。反感了，知不知道？不想听吗？爱我全部的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反稿，只是有个别一点的小黑吧。爱我的还是很多的嘛，爱我全部的，爱我的全部的家人还是有很多嘛。你看王菲哥来。之前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要去什么什么的，行不行？我行，那你去的话，你也跟那个王菲说了一下，你不要把我丢下，我也这一次是我也想好好的去，该去挣一点钱了。现在只有好好上班，只有好好那个挣钱才是，好。因为我现在也知道了那个钱的那个重要性了，我也想是真的想好好去上班，好好去挣点钱了，我不能这么乱玩了。所以这次我们就对吧，这次我们就一起去嘛，一起去让你上班，然后你说让我
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就把做那个保安也行，只要是工资只要是那个到位的话。除了这个你还有没有要说的啊？除了这个你还有没有要说的？除了除了这一个你又小小没有叫你去他们家玩吧？应该小小吗？嗯，然后我小小是吧？小小他叫我呀，叫了吗？叫了呀，叫了，但是我说我给他说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去一下。你还考虑一下啊？算了，咱们算了算了算了，拜拜。阿妹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走了，不把我带上的话，我就只在家里面的话，只在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话，就那个就是阿姨你妈妈妹妹的话，我就去他们那里玩哦，天天去他们那里玩。你应该懂得噻，阿明妹妹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不带我去，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去的话，你妈妈你妹妹，我都天天找他们去玩嘛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不带我去，你一个人偷偷的走的话，那个你妹妹和你妈妈的话，那个我就寄存在家里面嘛，对吧？我就只能在家里面村里面，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玩，就天天去找他们玩。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些啊？算了，你看到你我你只会给你去找我妈妈他们玩干什么嘛？啊，我弟弟妹妹还那么小。我去找他们玩，又欺负人是不是？我要带他们去玩，不知道找他们去玩，就你不带我。那好啊，去找他们玩很好啊。那我那不行，你不。